各位韩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李辉，是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中国教育部现代人类学重点实验室的主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讲座，名字叫《东亚人群和民族起源》。这个研究是从人类学的。 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综合得出的一些结论。人类群体起源的历史非常复杂，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人群之间、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包括我们迁徙的历史途径，还有包括各种迁徙的原因，社会原因和自然原因。所以研究。 人类的起源，人群的起源，我们不可能从单一学科去做研究，必须从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的方式上，才能够得到完整的、系统的结论。人群之间的遗传关系，个体之间的遗传关系，那一定是要从基因的层面上做研究，要通过遗传学的手段才能够搞清楚谁远谁近，而迁徙的历史。 起源的原点，那必须要从化石、考古的角度做研究，我们才可能知道我们走过了哪些具体的路线，在哪里留下了遗物。所以，这属于考古人类学的研究。而迁徙的原因、迁徙以后发展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则需要从社会科学和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调查。 我们为什么走出非洲？为什么能够迁徙到世界各地？为什么一个民族从在一个地方住得好好的，要迁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自然环境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化，甚至心理人群的心理状态都有关系。所以，人类起源的研究，一定是要从遗传学、考古学、语言学、社会学。 环境学、地质学等等方方面面综合的角度才能够研究清楚。所以，我们现在的人类学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跨学科大融合的阶段，从过去的博物学分支下面的经典人类学，跨越到了近代人类学，分成考古人类学。 生物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不同的分支各行其事。到今天，我们的人类学已经融合成了现代人类学，各个分支领域都融合在一起，以分子人类学、遗传学为骨架，以考古人类学得到的各种数据为内脏，以语言人类学为肌肉，以社会人类学为皮肤和毛发。 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人类学的整体的大的构象，是一头完整的大象。我们的研究不再是盲人摸象，我们的研究模式也跟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完全不一样。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是从文本到文本，仅仅对于文本进行判断分析来研究我们过往的历史，人群从哪里来。 而传统的人类学是直接调查得到数据，去解释这些数据，得到一个我们认为可能正确的结论。而这些重新阐述的结论文本都有问题，历史学的结论文本很可能，是完全主观的判断，没有客观的自信度，就不知道它的这种可信度到底有多高。 而近代人类学研究，它得出的结论完全从数据上来，所以从数据上得出结论，往往跟我们历史的语言是有距离的。我们传统的说法，那些词汇都会重新被改变过，所以讲出来的结论，民众听不懂。而我们现代人类学是从文本出发，把历史上。 或者说民众之间、社会上存在的这些问题，转变成科学问题，用遗传学、考古学等等实证科学进行进行证明，从而得到一个新的结论，讲一个新的文本，而这个文本讲出来的故事是我们能够听懂的。所以，二零一六年在《Science》上面对我们的研究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报道。 认为我们的研究是 bring legends to life，复活传奇，把传奇传说时代带进了生命科学。所以，我们研究人群的起源，一定是要从基因入手，因为基因是骨架，基因能够非常完善的把人类的谱系。 非常严谨的把人类的谱系研究出来，能够确定下来。我们的基因组有二十三对染色体和一个线粒体组成。这二十三对染色体和一个线粒体所包含的碱基对，就是密码子，非常非常的长，一共有三十亿个碱基对。这三十亿个碱基对组成的各种各样的片段，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研究人类历史、研究民族起源，到底用什么怎么样的片段呢？这就跟这些片段的在进化过程中间的表现、不同的进化遗传学的表现模式有关。有些基因片段它有非常重大的功能，所以它上面不允许有太多突变。一旦产生了突变，就会被淘汰掉。有突变的个体有可能根本就没法存活。 所以，如果你用这些片段去分析群体之间关系的话，你会发现大部分群体之间没有差异，甚至人和猴子都没有差异。那么这些片段，我们对研究人群历史是没有意义的。还有一些片段呢，它有功能，但是它的功能非常有限，它的功能它不是决定了个体存活的基根本功能。如果这些功能上面发生了突变， 那么这这个基因这个个体还能存活，但是它的某些功能就不一样了，更适应某些特殊的气候，更适应某些特殊的食物，所以这些基因被叫做环境适应基因。环境适应基因表现的就是地理性。一个地方气候环境是一样的，那么这些相适应的基因的突变就会变得一样，不管这个民族从哪里来，什么时候迁到这个地方的，它都会变得一样。 所以这样的基因片段只能研究地理问题，不能研究历史。那还有一些片段呢？它上面整个 DNA 区段上面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功能，它不表达蛋白质，不产生不产生酶的活性。所以这些功能，当然这些基因片段它也是有功能，它能构构建起染色体的框架，但是没有太具体的功能。所以它上面的突变是自由的。 它可以随机的突变，而产生的突变呢，又可以很稳定的保留下来，不被淘汰掉。所以这样的片段里面，两个群体分开多远，两个个体分开多远，它就会积累多少差异。那么根据这些差异，我们就可以很完很精确的计算群体之间的差异和个体之间差异，可以计算遗传距离。所以这样的片段就可以研究历史问题，它是历史片段。 这是遗传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一个技术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不同的染色体它有不同的遗传模式。大部分常染色体都是一对，所以父每个人的常染色体其中的一条来自爸爸，另外一条来自妈妈。在传代过程中间会交换，然后传下去一条新的、重新组合的染色体，叫做重组 （recombination）。Re 所以我们的苍染色体都来自于上面的这个遗传信息，都来自我们所有的祖先。那这些祖先往上追溯是两个，再往上一代追溯四个，再往上一代追溯八个。如果追溯到五千年前呢，可能整个东亚所有的人，当时所有的人都是你的祖先，而也所有的人也是你旁边的同学的祖先。 甚至是另外一个日本同学，或者是中国同学，或者是蒙古同学的祖先，你们的祖先都是一样的，那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了。我们追问我们的祖先、人群祖先从哪里来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实际上我们要研究的，我们的祖先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什么呢？是是指我们的家族的祖先从哪里来，我们的父系祖先从哪里来，这才是关键。 因为我们的社会长期来是父系遗传的，比如说姓朴的，姓朴的人，你的爸爸也姓朴，你的爷爷也姓朴，所以你追溯你的起源，肯定是追溯你们朴家从哪里来，不可能去追溯我的奶奶的外婆的爸爸的奶奶，我们不关心这个问题，他姓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虽然他对你有遗传贡献。 但是他没有对你有文化贡献，所以这样的祖先不是我们要追求，我们要追溯的。我们追溯的父系祖先，他给我们的遗传贡献比其他的更多。为什么？因为他给你了 Y 染色体，Y 染色体是纯父系遗传的，只有男性有，而且男性只有一条。所以这一条染色体，它不跟其他的，它的主干段不跟其他的染色体重组。 它可以稳定的遗传，它上面的信息都是你们家族这个父系遗传的信息。姓朴的家族只要是父子相传的，那么它的染色体永远是这个类型，不会变化。这就是我们分子人类学上最重要的一个遗传成分 ——Y 染色体。所以，我们把全世界人群的 Y 染色体进行了多样性分析以后，我们就会发现。 全世界的男人都可以画在同一个 Y 染色体的树上。这棵 Y 染色体的树，我们通过每一个分支上面的遗传的突变的差异、积累的差异、序列的差异，我们可以算出这每一个分支之间的分化的年代。也就是说，我和你之间到底多少年前是同一个爷爷？可能是五百年。 可能是五千年，也可能是五万年，而整个树的共同的年代深度，我们计算下来，全世界的这个树的深度是二十万年。也就是说，我们现存的所有的人的 Y 染色体都是来自二十万年前的同一个染色体，同一个 Y 染色体，来自同一个男人，并不是说二十万年前只有一个男人，而是当时男人并不是每个人都。 每一代有男性的后代一直传到现在的，他传着传着传来，传下来只有一个女的了，那他挖染色体只有一个女儿，他挖染色体就丢了，但是他其他染色体的贡献还存在，继续给我们后代贡献遗传成分，但是挖染色体传着会传丢，到但是总会有一个男人挖染色体传到现在的，要不然的话人类就灭绝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追溯到一个男人的挖染色体原因。 它能够传下来不容易，Y 染色体能稳定传下来不容易，到最后总会只留下一个人，留下一个就变就没有什么变化了，就稳定了。而整个树呢，我们发现最早的分支都是非常的罕见的，二十万年前分出来的一个分支 A 零零型，只存在喀麦隆非洲中非喀麦隆的一个小村子里面，而第二次分化出来的。 十四万年前分化出来的 A 零型是存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小镇上面，再往上呢就出现了很多大的分支了。这是十二万年前分化出来的 A 型，分布在东非和南非，是适应萨瓦纳气候的橙色人种的分布。而第二个分出来的七万年前分出来的 B 型，主要分布在中非的。 小矮人里面，比格米人里面，它适应非洲的热带雨林生活。再分出来的这个分支呢，是走出非洲分支，分成两个分支，一个分支呢是第一型，第一型呢主要对应的是现在的各种黑人。它其中分两支，一型的呢迁到了西非，适应西非的平原、热带、海洋性气候，形成了大黑人。 而分化到东南亚，适应东南亚雨林生活的，就形成了尼格利陀小矮人，现在非常罕见。另外一个分支呢是 Cf 分支，是现在大全世界大部分人的最多人群分布的这个分支。其中 C 分支呢分布在印度南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和。 中和东北亚，东北亚甚至包括日本，C 大类里面早期应该是对应的澳大利亚人种的人群，包括阿伊诺人，但现在阿伊诺人里面 C 型比较少，而在 C 型在北东北亚的扩张，主要是因为早期融入到黄种人里面去的东亚人群里面去的那些早期迁徙人群，在后期的偶然扩张造成的，所以。 有 C 型的不一定是澳大利亚人种，但是澳大利亚人种主要是 C 型。F 大类适应的是地中海气候，炎热干燥的气候，所以它皮肤角质层比较厚，汗孔比较少，保水性比较强，身体体液的流动能力比较弱，都是因为要防止水分的蒸发，过度蒸发。 在 F 大类里面又分出了 K 大类，K 大类里面特别是 N 型和 O 型，N 型和 O 型这两个类群，NO 这个分支是现在东亚人群蒙我们讲的蒙古利亚人群的主要类型。这一个分支适应的是东亚季风性气候，适应炎热潮湿的这种气候环境，所以使得我们的身体排水能力比较强，体液的流动能力比较强。 为了主动排汗散热，适应，从而适应季风性气候，这是东亚人群体质特征的最重要的那些特点。在东亚的北支人群 P 类型里面，又分出了 R 类型和 Q 类型，其中 R 类型的下游的一支往欧洲迁徙，现在形成了欧洲的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分支。 而其中 Q 类型里面呢，有一部分人迁入到了美洲，形成了美洲土著人群里面的绝大多数人群的这个类型。所以 Y 染色体的分化非常好的对应了地球上现在所有现代人这个智人亚种、智人物种下面的现代人亚种里面的各个地理种。 这些地理种都是适应不同的气候环境，长期演化形成的。而在形成过程中间，Y 染色体不断的被消光，变得越来越单一，所以就形成了不同的类型。所以这些不同类型都是在旧石器时代人群长期地理隔离的这个背景下、历史背景下造成的。 那个时候也没有民族，也没有国家，全国的、全世界的人群都是在旧石器时代。所以从 Y 染色体的谱系数上，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所有的现代人都是二十万年前起源于非洲的，特别在东非。大约七万年前，因为多巴巨灾的原因，印度尼西亚多巴火山爆发，对地球的环境产生了大量的影响。 剧烈的影响，所以现代人开始四散而走。七万年前走出了非洲，进入到了亚洲和欧洲，然后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适应不同气候环境，形成了八个地理种。现代东亚人群的起源大约是三十三万年到四万年之间，在这段时间里面，人群进入了东亚，渐渐的扩散开来，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东亚人群。 人群进入到东亚以后，适应不同的环境，慢慢的演变，就形成了九个语系或者民族类群。从南到北分别是南岛、南亚、侗傣、苗瑶、汉藏、满蒙、凶结乌拉尔和古亚。当然还包括朝鲜和日本。日本里面的阿伊努又是单独的。那有的时候呢？ 朝鲜、日本、阿伊努也被放在整个阿尔泰语系里面，跟满蒙放到一起，这个在国际上还有争议。从 Y 染色体上看，不同的族群 Y 染色体有差异，但也有相似。这里面我们列出了整个东亚地区涉及到的各种各样的族群的 Y 染色体的类型和比例。这里每一个条线代表一个族群，比如说这一条。 代表蒙古这一条代表满满通古斯族群，那上面的颜色代表 Y 染色体的类型，长度代表它所占的比例。那我们可以看到，相类似的族群，它的 Y 染色体的类型和比例都比较接近。比如说满和蒙，非常的接近；比如说汉和藏，也非常的接近。而韩国人，他的 基因类型比较特别，它既有跟汉族类似的类型，也有跟满蒙类似的类型，这一块上比较接近。但是呢，更加有它独特的类型，就是 o 二鼻这类型。这种类型 o 二鼻这类型在其他民族里面很少看到，只有在东北亚看得到，在汉族里面非常非常罕见。而那些汉族里面的 o 2鼻类型。 我们研究他们的历史，也应该是从韩国、朝鲜半岛迁徙过来的。那再看日本人很有意思了，日本的族群里面既有跟韩国一样的类型，又有韩国所没有的迪二这类型。而迪二这类型呢，是在北海道的阿伊努人里面有的。所以日本的这类型，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它是韩国人和早期的朝鲜半岛的移民。 和日本列岛上本来的阿伊怒人的这个土著混合形成的，它是呈现出一种混合的类型。上面这个类型和下面这类型混合形成的日本的这类型，所以日本的起源实际上没有太多争议的，就跟他们传说中的神文人和弥生人、久某和雅优伊这两个族群的混合是吻合的。 所以，根据这些遗传瓦染色体的遗传关系、遗传距离，我们可以得出整个东亚族群的迁徙演变的过程。大约四万年前，东亚人群从缅甸进入云南，就开始进入东亚。先分两路走，一路呢沿着长江进入到长江中游，再从长江中游往北迁徙到黄河流域；另一路呢沿着珠江。 迁徙到了珠江下游，再沿着海岸线、沿海地区，一直迁徙到长江长江下游。所以这些族群到后来就渐渐的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系统。在长江中游的形成了苗瑶民族系统，长江下游的形成了侗傣民族系统，黄河流域呢形成了汉藏民族系统，后来又形成了汉和藏缅不同的分支。 朝鲜族群什么时候进入韩半岛的？现在我们没有太多的研究和证据，因为韩半岛的这个类型跟其他东亚其他族群的类型分化时间实在太久了，估计要有两万年以上。可能最早的族群迁徙的时候就分出了一支进入的韩半岛，而跟其他族群交流非常的少。那民族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有一个自然规律的。 我们讲七万四千年前，由于多巴巨灾、多巴火山爆发所形成多巴巨灾，地球上进入了末次冰期。这个末次冰期一直到一万两千年前才结束，气温回复到了现在的水平。所以在冰期里面，人群只能在旧石器时代生活，没办社会没办法很好的发展，因为食物非常的匮乏。冰期结束以后，气温回升了，动植物开始繁盛起来。 那这个时候，人群就有了更多的食物吃，所以人口也开始慢慢的增值。到了一万一千年前，全球温带的女性人口开始膨胀。为什么是女性呢？因为男性要狩猎，女性是采集的。狩猎让人群人口损失比较大，所以男性的增长要更晚，要农业起源以后，人口增长以后，人群开始发明创造。所以一万年前。 大约一万年前后，西亚和东亚农业都起源了。西亚种了麦，东亚种了米，包括北方的小米和南方大米。有了农业以后，社会和生产力就进一步发展，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进。所以，到了九千年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磨石头，用来改制工具，所以就有了新石器。有了新的工具以后， 人群的文化就进一步积累，人口进一步积累，所以人群就开始聚合，形成了文化圈。大家生活在一起，有了共同的想法、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语言，就形成了民族和语系。更多的人生活在一起以后，就必须要有人管理，有人管理要有统一的规矩规范，所以就形成了四大文明古国，在七千年前形成四大文明古国。 所以，整个文明的起源、民族的起源，它是有背后有自然规律的。首先，是气候变化形成了农业，农业变化增值了人口，人口的增值又促进了文明的起源。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有很多不同的语系，非常的复杂，有地方多，有地方少。 而这些语系追溯到它的起源，它们都是一个个的农业区，或者一个个的生计生计方式区。最早的语系都起源于农固定的农业区，那后来才有了牧业为主的这些语系的产生。东亚地方的语系也是在各个农业区里面形成的。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中间看，这些农业区系一共有。 五个，包括南方的黄长江中游的水稻的发源地高庙文化的区系，长江下游糯米的发源地良渚文化的区系，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区系和大汶口文化区，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区系，还有一个是东北的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区系。北方长期以来种植的是小米 millet。Mill et, 而小米的起源呢，现在发现是在桑干和永定河流域。这个文化，小米的起源孕育了磁山文化，而磁山文化呢，向南下形成了裴里岗文化，并发展成仰韶文化；往北呢，形成了红山文化的区系。所以，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两个区系都源自小米的发源地——中部的磁山文化。 这些文化的区系就孕育了不同的语系和民族，包括我们从遗传学上进行分析，可以知道不同的区系里面它有哪些 Y 染色体，而根据 Y 染色体在现在民族中的分布，我们大致推测这些不同的语系民族起源于不同的考古区系。 苗瑶起源于黄河中，起源于长江中游的高庙文化；侗傣起源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区系；汉藏起源于呃小米发源地的磁山文化；而北方早期的西辽河流域是乌拉语系的发源地。另外，还在更北方的大兴安岭里面，是满蒙语系的发源地。 而朝鲜的这个族群呢，是长期生活在朝鲜半岛的，跟东亚大陆上的其他族群关系比较远。为什么说汉藏语系起源于慈山文化呢？这个观点实际上从遗传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各方面都指向同样的结果。二零一九年发表在 PNS 上的萨格尔等的语言学研究。 非常明确的指出，从语言词汇各方面分析，都是得出同样的结论，就是慈山文化的小米族族群是整个汉藏语系，就是东亚的主最主体的语系的发源地。而我们复旦大学的张孟汉教授发表在 Nature 上的文章，同样分析了整个汉藏语系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词汇和语法特点的语音特点的。 各种各样的语言学特征，得出汉藏语系里面的各种分支分化的这个时间点。最早的分化是在距今六千两百年，六千两百年前，正是红山文化从石山文化里面分出来的年代。而第二次分化呢？ 是在距今五千三百年前，是马家文化从仰韶文化里面分化出来的年代。其后还有各种不同的波线、不同的转折的点，其中包括齐家文化开始的点、商周大战、商朝向周朝演变过程的商周大战点，还有非常有名的秦羌之战点，秦穆公打败了羌族，拓地八拓地八百里。 把羌人驱赶的四散而跑，从此藏缅语族羌人所用的语言，藏缅语族开始产生了大量的分化。这些这个曲线代表的是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所以从这些研究上得出来，整个汉藏语系的分化和它对华中整整个东亚的北方和东北亚的影响。我们知道，Y 染色体谱系数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谱系数。 在这个谱系数上，我们看到整个东亚的谱系数上，我们看到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这三个节点，每个节点产生了无数的扩张的后代。在整个东亚地区，他们这三个节点三个男子所产生的后代占到接近一半的比例。根据后代的瓦染色体谱系的序列的瓦染色体序列的差异，我们还可以算出这三个个体三个节点距今的年代。 第一个 F 幺幺，我们也把它叫做 O 三伽马类型，它距今年代大约是六千八百年。第二个类型 F 四六距今年代大约是六千五百年。第三个类型 M 幺幺七距今年代大约是五千四百年。这三个人很可能是中国传说中间的三大祖先，在这三个年代中。 我们去探寻整个东亚地区的考古分布，发现这三个年代在考古学上意义也非常的重大。第一个年代六千八百年，我们发现在湖南北部、西北部的大片的沼泽地里面，就是水稻的发源地，建造了第一开始建造了第一个城市，中国第一个城市，现在叫做城头山古城。 这个城市里面有原始的宫殿、有祭坛、有神庙，还有大型的王皇陵。在这个陵墓里面，发现了一男一女的埋葬，埋葬的首领。这男性的首领的骨骼，我们进行了鉴定，结果发现他就是属于我们讲的欧三伽马这类型，也就是第一个男人，第一个迅速扩张的男人。这个城市属于高庙文化。 高庙文化的特点就是有大量的扁刻的白陶出现，这些白陶盘上面刻画图案非常的稳定，有八角星图，很可能跟传说中的八卦有关；有大型的凤鸟的图，可能跟伏羲以凤为徽章，以凤风为姓都有关。 而这些特征呢，现在都大量保留在苗瑶族群、苗瑶民族的文化中间，包括他们服装上的刺绣上。第二个时间，六千五百年前，我们发现在中原地区，也就是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里面，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墓葬，就在河南省濮阳县的西水坡大墓。这个墓葬的主人头朝南，脚朝北。 北边放了个北斗，东边放了一条龙，西边放了一个虎，都是用贝壳排成的。南边放排成了七个动物，第一个是个山羊，第一个是一个 moose，呃驼鹿，第二个是个山羊 goat，第三个是一个獐子，第四个是一个马，一个长尾大尾巴的马，第五个是个鹿，第六个是一条蛇，第七个是个蚯蚓。 这些排布就是我们讲的二十八宿里面的黄道星座，二十八宿里南方七宿，南方七个星座。所以这个图案就是漫天星斗，墓主人有漫天星斗围着。我们在仰韶文化里面找了大量的墓葬，高规格的墓葬进行检测，都发现很多人是属于 O 三贝塔这类型，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扩张的人群。仰韶文化呈现的文化特征。 都跟藏缅族群有关，就比如说手拉手跳锅庄舞，围成个圆圈跳圆圈舞，这是藏族、羌族、彝族的风俗，而不是汉族的风俗。还有两条鱼捧着一个海螺，这个状这个图案现在在藏族的文化中还保留。其他包括太极这些文化，都是跟藏族跟现在藏族的吉祥八宝这些图案都有关系。而到了五千三百年前。 北方的红山文化和中原的仰韶文化融合在一起，所以出现了两个徽章共同画在同一个祭祀的器物上的这种图案。所以红山文化才是汉族真正的发源源头。它的扩张开始于我们说的第三个人，五千四百年前，红山文化开始在牛河梁，就是辽宁朝阳市建平县。 一个山冈上，美丽的山冈上建造大型的石堆的金字塔型的陵墓，在最早的一个陵墓里面留下的一个男子，非常的呃雄伟高大，身佩七件非常高规格的玉器，所以他地位特别高。我们检测他的 Y 染色体呢，他确实属于第一个类型，第三确实属于第三个类型，我们说的 O 三阿尔法类型，第三个扩张的人。群。 谱系，第三个扩张的谱系。现在挖出的十六个金字塔，它的排布方式就跟天上的轩辕星座完全一致，但是需要更多严谨的研究和分析。而红山文化体现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汉族的文化，有龙有凤，龙凤是汉族的标志，大量的用玉也是汉族的爱好。 甚至包括修道的小人，上面出土的时候还有一些朱砂的痕迹。我听专门研究这个呃带队挖掘牛和羊的郭大顺先生，就是辽宁省的考古学的大专家。郭大顺先生介绍，这些玉人出土的时候身上都有斑斑驳驳的朱砂，而这些朱砂画的线条，很可能就是我们古文献里讲的。 分析的非常透彻，而这些小人很可能就是经络的模型。而在东北地区呢，西辽河地区曾经有很多的民族替，很多的考古文化替代的过程，有好几个阶段，从最早的兴隆洼时代到赵宝沟时代，到六千到五千年之间的红山文化，六五千年之后又出现了小河沿文化。 到了四千年前，又出现了夏家店文化。我们研究不同的文化层里面的人类的遗骸，发现它们是不一样的。早期的新龙湾文化和赵宝沟文化里面检测出来的都是 Y 染色体的 N 型，红山文化里面平民墓和奴隶墓是 N 型，而贵族墓呢都是 O 型。到了小河沿文化里面，都是 C 型的 Y 染色体。 那他很可能就跟满族、蒙古族这些早期的民这些民族的祖先有关。到了夏家店文化里面呢，三种类型都出现了，民族开始融合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人群是不一样的，有过人群的替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通过综合的人类学分析，我们认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汉藏族群起源于桑干河流域的北京附近的这些种小米的族群，也就种鼠 millet 的这些族族群，大约在八千年前，这些族群里面开始有人分化到了黄河流域，在那边种，呃，进行农业耕种，就形成了藏缅族群的祖先。六千两百年前，从共同的族群里面往北分化的。 就形成了部落，而把原来生活在这里的乌拉尔族群的祖先呢，进行了驱逐和征服，所以一部分他们的人群北上到了沿北极地区和乌拉尔山区生活，一部分被留下来的人群呢融合到了汉族里面。到了五千三百年前，因为涿鹿之战的这个历史事件，这些族群又南迁进入到中原，使得中原人群呢也西迁，所以形成了后来的藏缅族群。 而汉族呢，跟原留下来的这些人群又进行了第二次的混合，所以汉藏的分化有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六千二百年前，一次是五千三百年前。而这些过程中间，有北方的满蒙族群的祖先的南下来参与了这些过程，也有汉族往周边这些族群往周边的影响过程，所以这些影响都共同进入到了朝鲜半岛，使得。 朝鲜半岛这些地区呢，也开始接受到了来自于满蒙的 C 型和来自于汉族的 O 三型，所以在原来的 O 二型的 O 二 B 型的基础上，朝鲜朝鲜族里面、韩国人群里面也有来自于北方的 C 型和 C 三型和来自于汉、来自于汉藏的 O 三型的成分在里面，而这些成分我估计是很早很早之前就已经混合进入了朝鲜的人群中。 所以五千三百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整个东亚地区变化都非常大，这是对民族影响、民族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一次事件，很可能就传说到呢逐鹿之战，在东北亚地区红山文化开始往南迁，这是形成汉族；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西迁，形成了呃藏缅民族汉藏族群里面的藏缅族群，而西北地区呢？ 大地湾文化灭亡了，马家窑文化开始了，藏缅族群正式形成了。中国南部的中间呢，中央林家滩文化，原来传说中的蚩尤的首都被摧毁了。西南地区大西文化结束了，屈家岭文化开始了，形成了苗瑶族群。松泽地区，呃，东南地区松泽文化灭亡了，梁族文化开始了，形成了侗傣族群。 所以五千三百年前，整个东亚地区很多的文化都发生了巨变，这肯定是一个大事件。所以整个东亚地区的民族就形成了这个分布格局：南方的南岛、东呃南亚、冻傣、苗瑶、汉藏，和北方的满蒙、朝鲜、日本、阿伊诺，再往北的乌拉尔、叶尼塞，就是凶捷和古亚。 这些族群是因为五千三百年是个大事件，使得各个族群开始重新向四周迁徙，人口进行调整、交换和调整，形成了现在的民族分布的格局。好，谢谢大家。我们东亚的人群发发生发展的过程历史非常的复杂，我们可以可能需要很多很多的研究和讲述，才能把这些故事。 一层一层的梳理干，梳理清楚。好，谢谢，再见。